各位同学好，现在要讲解的内容是 N-1-3-S-03 能熟练30以内基本加法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题，小杰有八颗糖，姐姐又给他15颗，小杰现在有几颗糖？首先我们来想一想算式记录怎么记呢？小杰有八颗糖，写上八，姐姐又给他15颗，加15，小杰现在有几颗糖？等于多少？怎么算呢？让我们继续想一下。首先算是8+15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画图试试看。八颗糖，姐姐又给他15颗，小杰现在有几颗糖？我们继续下一页哦。画图，八颗，姐姐又给他15颗。我们先算8+10，八指的是小杰的八颗糖，十指的是15颗糖果里面的10颗，从八往上再数10个，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颗糖。我们继续再算18+5，这个5指的是15里面的5颗糖。我们从18再往上数5个，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3，小杰现在有几颗糖呢？答：23颗糖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题，恩恩有7元，奶奶又给他14元，恩恩现在有几元？算是7+14等于多少？首先一样画图解题，7个白色积木代表恩恩有7元，14个白色积木代表奶奶又给他14元。先算7+10，7+14里面的第一个10，由7往上再数10个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再算17+4，这个4代表14里面的4个1，18、19、20、21，所以7+14等于21，恩恩现在有几元？答：二
21元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题。养鸡场有5只公鸡和24只母鸡，一共有几只鸡？算式记录怎么记呢？养鸡场里5只公鸡，请写下5和24只母鸡加24，一共有几只鸡？等于多少？这题究竟怎么算呢？接着我们来看例题三。养鸡场有5只公鸡和24只母鸡，一共有几只鸡？算式5+24等于多少？一样，我们也是画图解题。5个格子代表5只公鸡，10、20、24、24代表24只母鸡。让我们继续下一页再想一想咯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想一下，首先先算5+10，5代表5只公鸡，加10代表24里面的10，5再往上数10个是15，再算15+10，再加第二个10，由15往上再数10个是25，再算25+4，这个4代表24里面的4个，从25再往上数4个是29，一共加了2个10，4个1合起来的24，所以5+24等于29，一共有几只鸡？答29只。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，冰箱里有6只红豆冰棒和22只绿豆冰棒，合起来有几只冰棒？算式记录6+22等于多少？一样画图解题。6个白色积木，22个白色积木，先算6+10等于16，再算16+10等于26，再算26+2等于28。我们加了22，22里面有2个10，2个1，合起来是22，所以6+22等于28，合起来有几只冰棒？答28只冰棒。下课喽。